我们要讲一下《时光公主》里面的魔法大转盘。哦，乒乓姐，然后就这样，See you next time。那最后可以到最后的魔法礼盒啊，吼。给帅啊！直接尖叫了啦！然后我送玉镯诶，主线的话我自己在弄哦，我这边不演示主线。好，这个游戏我们不演示主线哦，啊，不过因为演示到后面也会卡关啦，哈哈，所以我就是损给主人啦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我们，其实你们知道，我们正在玩那个他原本那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卡关了。I understand。哇，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卡关了，所以我其实也不在乎说，我今天到底有没有跟演示主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卡关了。好友给我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等一下！哇，哎，这是新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样直接跳会不会太快啊？我先给你看一下我这个游戏的进度哦。我这个机器已经到一只，哎，机器在一只几而已，也乱掉了啦。有这么快吗？它有存档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我奇幻书精武的进度吗？为什么觉得跳很大？你是叫什么名字？对，我的进度怎么回来了？我之前账号不见我给你们看那个聊，对，血肉下的声音，您好。投票漂亮哦，花黄蕊，